would be up waiting for you if you had to leave. 它上面有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面包，然后我要把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打个底。这个颜色，我要用整个眼睛，再把它晕开。我要用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橘棕色，加在眼尾，包子一下，你看我轻轻涂，然后还有眼头。这个打亮 up from 超亮，我觉得它超美的，看，简单画个眼尾。它是11号社叫 Velvet， 就是其实上面是有星星的外包装，只是它摸一摸就会消失。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上面有任何一只是星星了。这只唇膏本体是有星星的，它要多擦几次才会真的很饱和。可是因为它颜色也相对会比较浅一点点，是不会太黏，只是可能会有一种唇膏的膏状感觉蛮重的。你看色号写在后面 ，Gala。最后我们上一点点打亮，我发现我没有把打亮刷拿上来，我用手好了。你看这个已经被我用到，就是有看到底片了。哦对，其实我的鼻子有一点点的歪，在我的这块骨头的地方，所以我可能会从正面看会觉得，哎，你的打亮是上歪，没有，是我鼻子是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致上完成我的妆啦，那我现在要去稍微吹一下头发，跟把我的耳环。然后黑色的高领上衣、项链、耳环，超浮夸的。其实后面我还有一个耳洞。后面的这里有个珠珠，它是不对称的耳环。那我们就出门吧。今天要去的咖啡厅呢，其实是我第一次去，就在家里附近。我有去过它的其他店，但是这间应该是它的分店。为什么这个颜色怪怪？原来是我背光，这是我的国小，它变得很不一样。我觉得校门口蛮可爱的，长这样不可排人形，挺可爱的。那边有路易莎跟 Nutch， 我本来想去 Nutch， 但是要看看有没有位置。
接大失败。刚才那间说要六点半才有位置。这个呢？谁啊？你要吃过？好了，吃这一家。好，吃。决定了，吃吗？吃。好，走。觉得如何？是好吃的吗？嗯，还是觉得还好。所以都好吃。可以。麻辣羊，麻辣牛杂。好，谢谢。小心，谢谢。麻辣牛杂，然后麻辣羊。说什么？这个应该超美。这个蛋哦，这个蛋，这个热气。其实我逛又还好，我主要是想拍照，然后感受一下信义区的氛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哎。炸馄饨，炸的馄饨。我的是牛杂，啊、牛肚哎，你要吃吗？我的是肚，你要吃吗？没关系，我觉得牛肚超赞哎，很好吃。这个好辣哦。真的好辣哦！都是熊熊们，哪去放着？小孩，哪去放着？快点！不是要走了吗？快点！去放着，小孩乖。好啦，好啦，走了。好可爱啊！没钱。没钱。而且我是维尼控，我不是。好可爱！你要进去里面吗？好，进去啊。他是怎么？他是什么？不知道在排什么。好美哦，好想买这个。这个是海洋梦，啊，烛台，怎么了？那为什么有点想买？但它可是你有没有烛台？你没有蜡烛？对啊。他喜欢是不是？你在录影？对啊。那我要这个。在我变长镜人了。If however you want, and if anyone tries to lecture you about ways, you learn too. It will open back you happy. 你要给大家看了吗？哈？你要给大家看盘子的吗？但你脸很大。哦，他是在旁边哦。对啊，所以很难念。If however you want, listen. 这里有
喜欢 you love, eat all you want. 好可爱哦。假装的雪花，吴梦玲很喜欢的。这里有一只很大的熊大，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有选择障碍哦，笑死！没有，我本来是点了一个麋鹿，结果它蝴蝶饼掉了，你看。这边蝴蝶饼掉了，看起来超级不像麋鹿。啥呀？他偷我的！还要养到这样，再养一条。你说榛果巧克力酱，觉得好吃吗？它上面的榛果太甜了，嘴巴都是上面巧克力的味道，白巧克力太甜。也掉不掉哦？谢谢。不要害怕，我会帮你，我会帮你。你这么帅，好不好？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帮他拍个照。对，好，来先拿好，等我一下，要帮我吗？好不好？他没有线。杯是莓果洛神气泡的渐层，然后这边是春夏秋冬，它其实是绿茶，它超可爱的。几件？就绿茶，就绿茶。各位来宾您好，现在的时间请买机酒店长。欢迎后进我们美好的休闲时光。对，回波南山，祝你他刚喝下去还好，不会涩啦，不会涩，不会涩。可是你喝完之后，你的嘴巴就有一种看满绿茶园的感觉。讲得很浮夸，再喝，觉得冷。喝下去都还好，对吧？你说你的嘞，你的哦，我的吗？很洛神，它的洛神大于莓果。OK。嗯，洛神大于莓果，可是还是酸酸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酸是洛神的酸还是莓果的酸。买到了微露的卡片，他很喜欢这种花花草草的东西。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是卡利去海的一天，然后我要去观赛，我没有比赛。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两队出的衣服都是橘色啊橘黄色，所以我就穿了我的橘色外套，这是之前表演的衣服，然后一件灰色帽 T 跟牛仔裤。现在大概是10点初左右，我要搭车去小巨蛋站，先跟朋友吃个早餐。等等见，拜拜。
都是人，满满的都是人。然后呢，我现在没有朋友 ，zero 哦。好的，我朋友睡饱，所以我刚才我本来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在星巴克吃早餐？应该平常是不太会了。但是因为我已经想说找个地方坐着等他，然后我已经点了一杯咖啡，我就不想要再跑去其他早餐店，我觉得有点懒，所以我就在那里点了个可颂吃。所以我现在要自己去体育馆，因为我朋友还没起床，所以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找谁。蛮好认的，他们在彩排。喝杯饮料，然后再回家。真的不考虑 IKEA？ 不要。耶、yeah ！中午一整天之后有喝饮料，这家是不知道就某一家，这是微风里面的，嘿嘿。肉丸，反正觉得咸的就咸的，不可以沾咸。那鳗鱼没有点酸酸甜甜，我觉得有点怪。薯条，嗯，还可以。薯条皮也不柴。嗯，马铃薯泥。我要吃一次，回来还要再吃一趟，夸张。我昨天晚上一起吃了八颗小时。我觉得这个酱有点说不出的奇怪的味道，就是它的后劲有一种柑橘，不知道，我觉得有点化学味。直接吃。是加了柑橘。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哎妞，喜欢吗？喜欢，我喜欢吃。我特别挑的，卡片长这样子，亮晶晶的。对啊对啊，那正面。然后还有香水。啊，不要先偷看啦。刚写够多的字给你。拜拜。去搭车吗？我可以去那边搭。你可以去那边搭。这边。好啦，拜拜。真的吗？我也可以去那边。
你想是这边吗？那边。这边。因为我要去对面，然后这个方向。所以你到底要去哪边？那边。好。这边可以跟你待久一点。好，那我要去那边待久一点。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大家早安，今天星期日，然后我今天素颜，那我现在要去美丽华的 ATT 跟朋友吃饭，然后今天是大概晚上7点左右的车，之前还会再见一下我昨天本来要见的朋友，大家再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是第一次去美丽华的 ATT， 非常非常的熟，明明就离我家差不多才个两站而已，等等见。点了一个小的个人的部队锅跟年糕，还有那个是吧，这年糕看起来蛮好吃的，里面有海苔卷，然后是鱿鱼吧，黑的。我是灰色的，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开手机吗？因为我看不到。